南瓜子如何发芽？让南瓜子发芽，首先要把它用温水泡一下，将种皮泡得发软，然后用纱布包裹起来，并向纱布上淋水，保持纱布湿润，放置到30摄氏度的环境内，2至3天后就会发出嫩芽。南瓜子催芽发芽的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。南瓜子培养，将催芽放在浸泡后种子的发芽器皿，放在25至30摄氏度的恒温条件下进行催芽，保持稀湿布的湿度，每天要翻动3至4次，48小时后即可出芽。